家好，我是蕾蕾西亚米。大家好，我是 Ricky 和 Anna。Hello。今天要介绍什么？这个，这是三丽鸥系列的哦。它这是手提式的收纳，然后它这边有很多贩卖部的东西，然后还有开车车哦，很有趣。上面有 Kitty、Melody、布丁狗、库鲁米和大耳狗。这边呢有他们的基本简介，然后这后面呢有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，然后这边还有告诉你可以大概怎么玩。好，打开里面有大耳狗、库鲁米、Kitty、还有 Melody 和布丁狗。里面打开有一盒手提盒。真的，它可以这样提着带走哦，你可以这样收纳，蛮可爱。它的外观，真的，它里面有这些东西哦，可以玩。然后我们都已经先把它粘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它摆好来，好吧？厚纸板做的，然后也可以做装饰。那我们把它摆整齐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搬来，我们那个翅膀这里。这样你看里面有好多好多东西哦，好，然后里面还有很多商品，这边有好多商品，贩卖部，还有甜点的地方，你看有推车，还有做内用咖啡厅，在里面吃的，你看古鲁米还开着一台车呢，它后面还有一个推那个后接式的那个车厢，可以放货物哦，有没有厉害？这边不是可以。所以还可以再坐一个人啊，他还可以载一个人帮忙一起走，然后这边还有溜滑梯，你看这旁边还有一个类似像公园的，有溜滑梯，然后还有喷水池，很好玩吧？很好玩，很多东西哈，一定好玩的，一定是让人玩，我还想玩，一定好玩。那我们开始玩吧。好，妹妹，我来带这个。好啊，那我坐你后面，走。我们去买菜呀，好，去。到了，走走走走，你推好了，我推好，好。那我们今天要吃什么？我来玩溜滑梯。我们买鲜奶好不好？我们可以鲜奶，鲜奶。我们最后鲜奶在这。不要了，我啊，那不要，你要喝什么？那什么？我想买这个嘛，拜推。哦，好吧，好吧，那买个蛋吧，有蛋比较好做菜啊。我帮你呢，你们要不要吃甜点呢？老板，我们还没过去呢，我们现在在买菜。我要吃甜点。哎，你怎么那么快就让我？来，走，我们去找 Melody 结账了。好，好不好？有啊，我们篮子满满的东西，来 Melody 结账哦。好，现在是还有很多，超级多的。待会再给我钱就好了。我还有，还有什么？那么多。刚才的声音好难听。点就好了。这样是12块。这么便宜，12块。嗯。妈妈付钱了没？库鲁米，快点去付钱。好，我给你飞去。库鲁米，你要不要吃甜甜呢？飞去。咕噜咕噜咕噜，我知道了。飞了呗。飞。普鲁米，快点，我们来去吃点心啦！这边有咖啡厅呢。这个是别人的位置，对不起哈。啊，别人的位置，那我们要坐哪里，老板？你们可以坐这里，只要一个人。这边是他的位置。那他已经，大耳狗说他吃饱了，他先走了，拜拜。我们先去玩溜滑梯，给他们叉子那些，一人一个哈。哎呦。今天的午餐是这个 ，Melody 她说不要吃，她早上已经有吃了。然后布丁狗她待会再吃，回去煮东西。买好了 ，Melody 算齐了，一个柳橙汁，一个樱桃呢。好了，帮我不要。这样是10块钱。好，谢谢。B B， 哇，谢谢。喂，八八八 ，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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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， 来，买好了吗，库鲁米？行。好。
哇，会不会买太多了？我们车子装得下吗？快点，我们准备要回家咯。好的，葫芦米，等一下再过来。这个东西给你保管哦，我们走咯。我们小心啦，啵啵，回家咯。开慢一点，下次要来哟。那边好吃的东西，无敌无敌好吃。今天的 Hello Kitty 好玩吗？好玩。那下次有更有趣的，我们再介绍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好。最后跟大家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